那你是见不到，你见也见不到，摸也摸不着。公的有什么见呢？有什么摸呀？刚你到成佛时候你就知道了，从此中了成佛因，将来必定能解成佛果。这是实信满了，入了初住，入的诸位菩萨。因为登了初住，虽然是他还没有证的十回向，没有登地，但是这三十位十住十行十回向，一即一切前聚于后，初发现住就具足十回向了，十行十回向，乃至到十住。三十位作为一位，三十几十地菩萨到了欢喜地，真正证得了。那真正证得了跟相似证得了又不同了。现在我们只讲叫显首品，这个刚信满心，就是信心成就满了，登了初住的菩萨。这以下呀还有29位，一位一位的大致都相等的。那么下一篇呢就讲须弥山，讲须弥山顶，讲到我们这个世界了。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也是没见到的，我们所没见到的相似，但是我们对这个须弥山呢争论非常之多。乃至于这十住品初住信心满心，学佛的人学教义的人说对华严经产生问题，因为华严经说初住的发心住有这么大的神通，有这么大的力量，有这么大的道果，是怀疑态度。说大心的凡夫胜过小心的圣人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心量特别大，原因就在这个。这些法二乘人是不信的。你说初入佛就能四现成佛，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了，他不能接受。对，能接受。因此啊，我们诸位菩萨、华严菩萨学这个华严经的人，对，你得要心量得特别大，特别大，要认识现实。华严经说的都是现实，说神话，这是神话的现实，现实。其实不过是把你的心，每个人的心发挥出来，你的心力发挥出来，而且是你本有的，你本有的开始。怎么说开始呢？你才发菩提心就是开始，到你成就你的本有的了，究竟成佛看来是很远，其实很近。初心跟究竟心，初心难呢，初心难。但是你一入了，我说一位一位一位渐渐修，发菩提心利益众生。所以说入十二心初心难，很难得信入。信入了要能持诵受持，说这持诵，
能够承认那个信都很难，何况又来行呢，就是难中之难了。无法修行，真实理解了，他发了菩提心，真实去做，就是真实入门了，真实入门了。我相信嘛，我们诸位菩萨没有解释，他还在诵嘛，一直都在诵嘛。这篇就是因着文殊师利菩萨。说完了净行篇，文殊菩萨请贤首菩萨说，就是这一品的解说。那这些个比喻啊，我没法理，没法解释，那就是现实嘛。现实我没有看到，我也没有听到，说的是文字上的。相信这种境界不可思议，这种解都是四象，我说不是夜摩天呢，天那个斗率斗率天呢，乃至化了天呢，他化自在天呢，这都是事实啊，事实我们没见过呀，我们不信。像我刚才说的，那少数民族很多事儿，那个人家不是少数民族啊，他没到过那个地区。你给他说的绝对不相信，他哪有这个事儿，人间人还有这个事儿，他就有这个事儿。那现在有些事儿啊没有了，消灭了，为什么呀？他那地区开化了，开化了那种人也没有了，一代一代转化没有了，那就熄灭了，熄灭了。一切法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心，说信心信心。文殊菩萨教什么？相信的心。贤首菩萨所有的教义就是心的力量，还是心的力量初步开始，往后一品一品深入，以后的每一品都比前品深入，到最后达到的呢，还是你的一心，一心。当代佛门起诉，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。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感谢你收看、打开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有了生命电视台，很多人才可以认识佛教，了解三宝，了解断恶修善、改变命运的道理，找到慈悲快乐的人生。所以各位要透过各种管道，以金钱来护持生命电视台的运转，到银行、到邮局、到中心，或直接参加法会，或是成为劝募委员，乃至由劝募委员到你家里来得到你的护持。大家一起来关心生命电视台的运转。阿弥陀佛。柔软如棉的大慈，广阔如海的大悲，海涛法师的大爱，邀您一起共同成就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如果你漫无目的，你将浪费人生之暇满。听闻的人们啊，此时此刻立定决心。我们的心瞬息万变，它唯一不变的是对世俗诱惑的强烈执着。在我们学会控制念头，在我们的心获得真正的定力之前，我们的信心一定会犹豫不定，并且容易为了没有意义的活动而分心，浪费生命和修持佛法的珍贵机会，把修持佛法这件事拖延到明天，等于是在持续拖延，直到死亡来临为止。受到信心的驱使，猎人奇惹瓦贡波多杰告诉密勒日巴尊者，我决定开始修持佛法，但我必须先回家和家人告别，之后我将立即返回。密勒日巴尊者打断猎人的话说，现在就下定决心，倘若你回家，你的家人会费尽心机要你改变心意，你就不会回来了。如果你想要专心修持佛法，那么就要及时即行。猎人照做了，后来成为密勒日巴尊者最具正量的弟子之一。切入落入犹豫不定的陷阱，投入全部的心力，专心一意的修行，不受任何其他想法的干扰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度。